25位法官和司法委员在哈里马总统的见证下宣誓就职，宣誓仪式在总统府举行。郭明利宣誓就任最高法院司法委员，任期为18个月。同样出任司法委员的菲利惹耶勒南任期1年。 受委或再度受委的高庭法官共有4名，3位高级法官再度受委，16名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法官通过远程视讯宣誓就职，当中多数是再度受委，任期为3年。